好了。妇科，妇儿哦，妇儿科这个嘛哈、哦，这个，妇科，妇科。紧张，张景龙，张怎么几号？这样已经挂好了。这样几号没有看到？99。啊，99。好。确认了吗？还没有确认。不用确认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，它不会跑掉。对，它这样就可以了。好。要99。挂掉了。白都挂完了呢。那可能，哎，把那全摆了呀。你要挂三根，三个老师要查询。三号。三号，谢谢。奇怪，挂上刚挂就什么99号，妇科啊，怎么会99号？然后他一大早来挂，怎么会99？查询吗？查询，来我给你弄。查询呢？一样是挂号服务。好，进去哦。然后这边查询。好、哦。他如今把它。为什么一大早来挂就挂99号？刚挂呢？刚大厅那一台啊。这个是早上哦。我要下午哎。早上、啊。我要挂下午哎，那、啊、可以取消吗？可以啊。可以，先先给取消看诊。好，重新挂哈。对，重新挂。看下午啊。好，确定好，重来一次。嗯嗯。好，再来，好，挂好服务好了。然后妇科，妇科嘿，妇科就这个嘛哈。下午我分下午早上嘛，妇产科。妇科，妇科还是产科？应该是产科。它有早上下午这里。哦。它。对对对，哎，下午啊。对，这是下午啊，午啊。这个是下吗？这是午。下呢？你。早上、中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。哎，他没有下午。中午啊，下午啊，下午就这个、啊、午啊。午就是下午啊。对。好好啊，去试看，再试一次看看。嗯，好，安康，他有点好看。一号。一号。对，刚刚为什么不一样？我不知道哎。哦，好奇怪，所以很怀疑99号，我们就不用挂了。对啊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一大早挂，还挂到99号，这不得了。五，这是下午吗？